我不是。巴特。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首尔，可是今天第一次来这里体验到了跆拳道的活动。我觉得跆拳道活动呢是个很新鲜有趣的经验，所以我们认为首尔是个值得一来再来的地方。嗯，好体验，首尔是好体验，耶、yeah. 嗨，Seoul, Soul of Asia。